这种地方都做的这么写实了，他有本事，人跑步的时候就会喘啊，对不对？这样我们应该有更强大的机遇可以射中人。至于这个嘛，至于这个吃鸡嘛，我想我们就是缘分吃鸡，好不好？缘分，就跟你交男女朋友一样，强求的时候总是很难会得到这种结果，强扭的瓜不甜就是这个道理，所以要缘分，缘分到了你就吃到了。欸、他有什么东西吗？他有什么东西吗？他有什么东西？他有什么东西可以剪？我跟你讲，真男人，他有六倍镜哎，你要不要？你赶快剪，我没有那个，你先舔他的包。我干干干干干！老哥，我们舔的太专心了。我靠！干不行不行，我倒了，我倒了，我倒了，哎干！欸幹